球你我都有责任，跟着我一起为地球做点事。你有听过世界厕所日吗？联合国将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目的就是希望借此唤醒大众对厕所还有公共卫生的重视哦。各国也陆续推出各自的厕所文化，台湾也不例外耶。其中一项就是推动公厕认养，在台中目前已经有10多家公民营企业参与公厕认养，让我们的公共环境变得卫生又美观。位于台中的秋红谷是大型志宏池公园，美丽的绿地景观让这里成为在地知名景点，就连公厕环境也很讲究。原来这也是企业参与公厕认养的地点之一，赶快跟着我去瞧瞧吧。哎，大哥，不好意思，因为看见你在浇花。是啊，请问您是公厕认养的单位吗？是啊，这个秋红谷的公厕两边的植栽墙就是我们中油公司认养的。哦，所以公厕认养也要负责这个外观环境的美观吗？当然。所以植栽墙是中油公司，对，就是您们做的。对，您是中油公司的？我是他的经理。经理。公厕认养啊，中油当时为什么会想说要来参与这个公厕认养部分呢？我们是响应那个政府全面提升优质公厕的政策。那经理，那你们中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认养？那实际上实施的内容是如何？我们从107年就开始认养这个公厕，我们主要是定期来维护更换这两边植栽墙的植物，让往来的民众经过这里，看到这些美丽花草的，可以有个好心情。真的耶，所以上面很多种花，你们是每一季都会换吗？我们会定期，对，每一季都会更换，然后也会找人来维护。企业参与政府的公厕认养计划，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及价值，更能营造特色公厕。缤纷的花卉植栽与原本的磨石子工法建造的单调墙面大相径庭。好，不过我们外观上看起来是很美观，但是里面的环境不晓得是如何啊。两位是要来上厕所吗？我是来看那个公厕认养的成果啦。那这位是这个公厕认养单位中油公司的经理。哦，我正好要来打扫。哦，嘿，你们有要一起参与吗？什么？原本我以为只是来单纯看看公厕认养成果而已，没想到碰巧遇上公园维护单位要来打扫厕所。在大姐的盛情邀约下，我跟经理啊就抱持着，好吧，那就当作学习体验日好了。拿起工具，要来扫厕所喽。和大姐与经理聊着聊着，才了解到，原来公厕认养是有项目选择的，包括提供公厕硬体的修缮、清洁维护或是耗材提供等，也可以单纯绿美化，视情况集结众人力量维护环境。马桶要保持干净，必须每天刷洗。此时大姐还拿了海绵与刷具，要来示范马桶的清洁，并说这是她和日本人学来的。他们日本人就是说有一点叫做谦卑的原理，然后呢，这个马桶的水要吸干，所以他用海绵放在里面让水吸干，让里面的那个污垢可以清洁得到。也太仔细了，一般人我们也不太会这样子。是啊，这样子扫厕所。是啊，一般人不会这样子做。但是如果真的是要扫干净，然后又要磨练我们的心智的话，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感觉好像让我回到了那种小时候求学阶段，我们总是有劳动时间吧，应该叫劳动时间，对，就是打扫时间。我们都会扫厕所啦，扫教室啦，扫我们学校的公共环境啊，毕竟这种环境都是大家会使用到的。所以这公厕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公厕习惯要好，还有要维护。对，每一个人的那个对自己上厕所的那个维护啊，
就是说要做到清洁。就是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尿到外面去，你好歹也给人家清洁一下。可以用卫生纸擦拭。没错，最重要是瞄准啦。对，我们都说要瞄准，对不对？不然就是尿到外面，就是会有那个臭味。对，那我们的清洁人员就会相当辛苦，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如厕的好习惯。是的，对。用海绵将水吸干后，就可以进行刷洗，马桶瞬间干净溜溜。刚才大姐也有跟我分享，就是这个海绵吸水之后，一定要由旁边往中间挤压。如果你是这样旋转挤压的话，会减少海绵的寿命，这也是一个尝试呢。对了，我也想到说，我们中国公司也曾经请过日本的专家来教我们怎么样的打扫加油站的厕所。对，那他们的意思是说，你每天都要用中性的清洁剂下去清洁，然后一周再用一次比较强酸一点的去做清洁的工作，这样对于马桶来说保护性会比较好。哦，就是会增加它寿命啊。对对，它的珐琅比较不会掉。比较不会掉，所以不能每一次都用盐酸这样子去刷。对，这样可能对他来说刺激性太强。哦，学到一招，学到这是很好的。对，就是不用每次都是用盐酸，是是可以用一次。对，因为你有一些污垢，你必须靠强力的盐酸烧一次，比如说一个月用一次。是，我觉得这方法不错。了解，所以我们洗手台也要刷嘛。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没问题，很好的那个概念。洗手台的话是，我们是用刷子。要怎么样刷呢？它就是有一片的钢刷，小片的，好，然后再加一个那个这种刷子。对。然后透过这个的小钢笔、小钢片这样子，慢慢的搓。那这种小洁网它只适合在这种珐琅的才可以，其他的如果是。像这种的就不行。哦，有限定材质。对，限定材质。随后我们转换阵地，来到南侧，继续跟大姐学习清扫小便斗。我们是用那个漂白水漂白水先喷里面的整个里面。那这漂白水喷完之后，我们会让它静置个几分钟，然后再用刷子刷。嗯，好，因为它需要一点化学，它需要一点这个缓和时间，对，让它产生效果。对，那我们就会里面。不过大姐，问我们跟经理拿的这个小牙刷，它有什么样子的？对，这是要做什么？小牙刷的话是在刷这个。这个便斗的里面的这个哦，好脏哦。对啊，好可怕。平常呢里面就是会藏污纳垢，魔鬼就藏在细节里。想消除脏污，靠的是细心与耐心，还有常年累积的经验与技巧。就连小镜子也可以是清扫的小帮手哦。刚才大姐有跟我说一个小法宝，一定要带这个镜子。女生包包里面不是都有镜子吗？这个就很好用。小镜子要干嘛？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里面黄黄的黄垢？这都是尿垢哦。这如果没有拿这个小镜子来照，绝对照不到。所以大姐有说，这个小小便斗啊，这个小配博，大家可以学起来。有没有干净？看这里就知道了。边刷边看。这我相信平常人绝对不会这样子看。不脏、不湿、不臭，是厕所最基本的环境标准。今天抱持着学习的心来和大姐学习，真正体会到清洁工作者的辛苦。
们今天打扫完毕，经理，你今天的心得是如何？我今天才知道说打扫厕所有这么多妹妹嘎嘎啊，其实做的人也很辛苦。真的，那大姐，我们两个表现还 OK 吗？今天表现得很好，也希望你们把这次打扫的经验用在你们的工作职场上。对，真的就是要分享出去啊！但是回到头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要有良好的什么如厕习惯。是的，对。然后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打扫的 table。是的，真的，如果没有今天没有来学习的话，真的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去打扫，因为有很多朋友我们平常都不太会去这样子做啊。是啊，对，那也借由这个节目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公厕认养。谢谢，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变得更美观嘛，对不对？变得更好。只要有心，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环境的认养，像是家门前的绿园道或是社区的闲置空间，都可以是我们付诸行动的好选择。在台中市北区育德里常年推动绿色环保理念，他们不但认养了2公里长的绿园道，还打造一处鱼菜共生的菜园。这绿养人的成果啊，也拉近居民彼此间的距离，而这个幕后推手就是育德里的里长。听说他古道热肠，而且喜欢花花草草，当然也是我学习的好对象啊！这次一定要好好跟他请教一番。哎，里长，哎，我今天有跟你约好要看我们的这环境认养的成果，哎。哇，那个美丽的主持人蔡小姐吗？对对对。啊，你来的刚好，我在整理我的环境啊。啊，真的真的。所以这是你办公室。是啊，我们的办公室啊。可是怎么看起来好像就是在做园艺的？好像园艺公司是不是？对对。因为我比本身比较喜欢这个绿色植物啊，所以把它打造一下，让我们里面来办公的话，可以赏心悦目。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把它育种，那育种完的时候哈，我们就拿到园道去种。拿到园道。所以你这边要先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再拿去移植到那边。对对对，拿到园去种，嘿，这样子啊。清爽绿意，可说是育德里办公室给人的第一印象。院子里更搭起一座棚架，全爬满藤本植物。宛如一座绿色植物花园，令人心旷神怡。随后，在里长的带领下，我们来到里内的育德园道，再次令我赞佩不已。这个园道已经，你看看你有没有看到，像绿色隧道一样，非常的漂亮哈。然后这个每棵树里面呢，哈，都有他们认养人。写他们的名字啊，每一区呀，哈，每一区都有认养人的名字哦。你等一下看，这边是多肉植物区，对，左边这个多肉植物区，哎，主秘哦，哦，你来帮我视察哦，主秘，谢谢谢谢，哎，主持人蔡小姐，哎，对啊，那里长刚好我们有说到这个认养的部分哦，当初为什么想说要认养这个育德园道啊？因为这个园道我们得天独厚啊，它从中正公园贯穿到科博馆，对，刚好是2公里。到中正公园想要去做那个科博馆的时候，也要经过这个地方。对，然后我就想一想，我当里长的时候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不得天独厚这个廊道呢？我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隧道，然后就发起我们的里面来认养。那结果大家都热心人士啊，一直来聚集的，今天已经十几年了，就变成一个这个很漂亮的绿色廊道啊。市政府也对我们都赞许有加。那我们公所，我们主秘也是非常的关心呐。可是像认养在我们还要花钱，还要花人力来维护，哎，每个月就麻烦呢，安尼吗？当然，这草木跟我们头发一样啊，一定要修剪，要施肥，哦，细心的呵护，给它照顾，然后它才会慢慢的呈现那个美的给我们看。可是我们的里面就是啊，非常的热心，有的人有空的那个浇水就浇水。哦，除草的话，现在市政府他会帮我们除嘛，所以说修剪的话，市政府他们有委外包商，我们跟他讲，他也会来帮我们修剪这样子。好啊，所以我们平常就是有志工在做维护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阿内沃马贝来帮忙维护一下。
伙拿起修剪工具，一边聊天，一边为植物整理容貌。对李明来说，这里就像是大家的后花园，志工每日的浇花修剪已成习惯。长辈们甚至还把这项工作视为活动筋骨的好选择呢。而一旁的生态池吸引我的目光，我们趋前观赏。这小小的生态池从无到有，皆出自里长与李明之手。池子里有鱼、浮萍、莲花、牡丹、野姜花等植物，蜻蜓偶尔也会来凑热闹。一旁还有药草区以及幼蝶区。然后旁边哦，那右边那个是幼蝶区，那个凤蝶都，凤蝶它是一个蜜源区，那个凤蝶都会过来。哦，幼蝶区、哦。对对对对，然后每最下午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凤蝶都会在那飞舞，很漂亮。当初怎么想说要规划这么多区啊？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打响小小知名度了。对。啊，是已经是名副其实是生态教学园区了。啊，生态教学园。他们一些老师啊，他们都会带学生来我们这园道参观，那我都会义务跟他们解说。那我甚至啊，我们还训练那个学校的小朋友啊，演讲比赛第一名、第二名，叫他们做导览。等于说导览他还要学这些植物哎，他教植物还要给介绍。对啊，我们的每一棵上面都有那个解说牌啊。你看看这个、欸、这棵，这棵流苏，这一棵叫流苏。你看啊，流苏喂的小朋友。所以用那个国字卡通的，注音符号的卡通的，没错，对不对？哈、哦，哎，它的这流苏，它的药用在什么地方？对，哦，做什么？冬天会落叶，春天开花，对，哎，都把解说很清楚。对，高四我折兰，这个就是高四我折兰，它一开花，这是蝴蝶的安慰他命，它一吃下去的话，它就那上瘾了，它就会过来了。蝴蝶的安慰他命，蝴蝶的安慰他命。对啊，李长翠，你有去上课吗？哇，你都这个环保，然后又植物这种，其实知识很多哎。我没有去上课啊，就是有的家会告诉我，然后我会虚心求教，哦，然后会上网去查，你要幼蝶的话，你要种什么东西，哪一种花它可以采蜜，像马英丹也是啊，有没有马英丹开花了？对对对，那蝴蝶他们就会过来了。有马英丹这个我就知道，这个最基本的了哈。由于园道内的多肉植物区最近正好要装点新意，于是里长找来负责设计多肉植物区的老师，带着我一起 DIY。我跟你介绍，这个我们多肉植物区的教导的老师是简小姐，她的手艺非常的好，她今天来实际来操作，来给你架看安怎来做这个盆栽。等一下，所以我们立园道的这个多肉植物有四块嘛，都是老师教我们李明做的吗？就刚开始我自己种，然后后来就被里长偷偷学，然后他就种了一大片，从一区、两区、三区、四区就越来越多区。但我比较好奇，就是你是这边的，也是这边的李明就对了，住户对，大楼住户大楼。那当初怎么会想说，要来付出自己的心力哦，来教大家这样子种呢？因为我本来是在上班，然后后来开始就没上班，没上班之后就会觉得很忧郁，然后我就找到我人生还没有做的一件事，就是我想把花艺学好。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多肉植物跟插花上面。但是呢，我们住在公寓里面，公寓实在是太小了。那我越来越不能满足种在盆子里面的小小瓶器。那我就越来越大胆，因为我蛮喜欢植物是自然的生长。对，那就开始玩起这种腐木的东西。那有很多朋友知道我很喜欢玩，就会去捡这种木头给我。那像这个是里长的，所以都腐坏了。这个是我们园道里园区园道里面树木死掉，那把它砍起来，把它留下来。对，有机会就留给简老师用。这蛮好的哎，就是刚好我们社区的这资源这样。对，然后后来就发现，慢慢它在园道里面都活得比我家还好，然后我就觉得很满足，然后就越种越多。OK， 所以老师今天要教我们来 DIY 这个多肉植物的组合，对不对？对，好，所以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等一下怎么做吗？因为这是一块没有风化过的木头，所以它有可能经过风雨一直吹，还是会一直腐锈下去。
那基本上我比较在乎是它自我生长的能力，所以我不太在乎它的腐坏。所以我的植物可能就是远到随手就捡起来，那我就利用铁钉的部分帮它固定住。那其实只要一开始的固定住之后，那有一点点水苔，那它生根了，因为现在都是无根的，它生根之后它就会自己长出自己的姿态。这个就是植物的生命力，这就是我要传达的语言。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将桌上的多肉素材、水苔、 U 型夹及铁钉等依照我的美感将其聚集摆放与固定。对，像白白的这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它有点伤口，我给它拔根治。对，我通常会跟它好好的道别，会这样子。对，因为毕竟我也照顾它们很久，然后可以这样子。其实会剪高一点是因为我想让它有点高度层次啊，层次。但是如果你在做的过程你觉得它还是太高了，你就不要客气，就直接剪掉。这就是取舍，因为我在植物的过程中其实学的最多的是取舍，因为你都会不舍得，但是你不舍得你放上去它就是很难看。对，那差不多它的高度就是这个样子。那一样你再拿一点这个，你可以很丑陋的放多一点也没关系。那铁丝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一开始我会建议你们穿多一点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必须穿过它的一个叶子。说真的啊，在 DIY 过程中自己好像也被疗愈了，植物的魅力果然超乎你想象。完成了耶、好漂亮哦，老师，你真的是有你的教学，我们可以一起完成这么美的这个作品。对，老师，所以他这样就可以直接就是拿到我们的园道上面种了吗？对，其实只要没有遇到台风啊、大雨啊，这个应该是 OK 的，因为我们里长有稍微留了一些树荫给我，所以还好，而且他们会帮我特别照顾，没有问题的。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去那边。你拿得动吗？种 OK 的咯。看着自己的作品融入在园道的多肉植物区，甚是喜悦。下回有机会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好好驻足观赏。盛夏的午后，里长继续带着我参观里内的菜园。里长说，这条长约80公尺的菜园，起初是一处已失去灌溉功能的沟渠，后来成为杂草丛生、废弃物堆置的脏乱点。到了2016年，他决定将这里改造为鱼菜共生的菜园，并提供民众认养。这个网子是蝗虫害的，蝗虫来自己架设。对对，来欢迎，请进，等。这上面起菇啊，菇啊，差点不到菇啊，你看已经长出来了，好大颗。对啊，城市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不简单啊。反正你现在眼前所见的都是我们里长跟里民哦，我们一起用心把它用经营的。对啊，而且长辈们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以前乡下的时候可以种嘛，对，现在城市里面真的几乎都没有地可以种。而且来得靠龟哈。哦，还没大，你看苦瓜张开让你看一下，差点被淋到。对，现在可以采收了，对。哎，这个苦瓜可以做生菜沙拉。是吗？这也在家吗？哎，这也在家。运动这也在家吧，差不多。这啊，小我白乌就是成熟了，白白就成熟的，绿色就还没成熟。对。哎，不啊，还没大粒了。那这个就可以直接采收了啦。对，那还有再观，还有第三区。哦，所以我们这边分了几区？一共三个区。三个区哦，所以前面是什么区？不是啊，我们分三次建构的。哦，三次。三次建构，一步一步，然后呢再来建构的。所以不是一次就把它这样打造完成。三次，所以有一段时间呐、这段时间，你看这边又来一个你看这边他们种了，然后我们这个一个特色呢，种菜免弯腰。种菜真的，因为年纪大了嘛，他蹲下去种菜，骨头没有办法承受，所以我们用这个铁啊把它架高，架高之后他们种菜就免弯腰了。好贴心哦，这样子，真的，真的种菜免弯腰。这 idea 当初是谁想的？是我太太想的，我太太想的，太贴心，太想的。
白菜嘛，啊，这是黑葱啊，葱啊，葱，葱啊。这个是那个胡椒菜，胡椒菜，胡椒菜。然后我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打开，让它储水。为什么要打开？充分呢？下雨的时候啊，雨水流进去啊，对，这小铺满，哎，这个水铺满。那这个水最后要拿出来浇花，哎，浇菜，浇菜，浇菜，可以浇菜。要四回，很充分利用，都充分的应用了，几乎都没有让它浪费掉。在菜园里，你可以感受到李明的用心。即使这些蔬菜收成后，也会提供给关怀据点或弱势食用。每一区块都有认养人，我也跟着学习种植、松土、挖洞，种下一颗颗包心白菜，浇水、立牌完成后。还要来制作堆肥。里长教我利用不要的地瓜叶的叶梗与发酵的菌种及培养土，一层一层堆叠铺上，就可完成。来，这样可以。摊对，那个摊的盖上去，盖子上，盖子在那里，要封密封，没有，密封起来就完成了。等等，一盒，一盒完成了。哎，贴上你的名字。真的，所以每个人做一桶这样子。对，自己做这样才没得用。啊，这个以后有那个一支，对不对？啊，这个打开，它就流出来了。哦。啊，流出来的话，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水把它稀释。对。哎，它别伤咸。哦。哎，它别咸。啊，我们多久要堆肥一次啊？啊，就有这个菜叶啊，拔起来的时候就要做啊。哦。哦，不用把它丢掉，充分的应用。啊，不然你这个生菜你把它丢掉，这种也太可惜了啦。好啊。太可惜了啦。今天来到育德里参观，亦在李明的邀请下，我们将在绿园道上来一个悠闲的下午茶时光。我刚刚跟你讲的说，这个黄色的叶子啊，哈，把它弄起来，下次做堆肥用的啊。它这个叶子一片一片，枯掉的黄叶做堆肥用的啊，底下的一片一片把它拔起来啊，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吃到很可口又很清脆又很新鲜的这个。生菜沙拉，嗯，生菜沙拉，我以为是要规长那个啊，那规拔起来，一个成长啊，哦，它还会再一直成长，哎，它还会再成长，对，几片，对，它会继续长。那你没有感觉到在拔菜的话，那个心情非常的愉悦啊。然后你把那个小苗种上去的时候，慢慢它看它一直成长，对，那心情会跟着它好起来啊。对，真的，所以人家会说，嗯。园艺治疗很疗愈，就是这样，非常的疗愈，对啊，就是对长辈很好呢，这样从事这种对哦栽种啊的这个工作，其实是很疗愈的事情，很疗愈的。采收完大家种植的无毒莴苣、绿园道上的文旦柚等食材后，里长夫人热情招呼众人分工合作，各种美味摆上桌。原本的阴雨天。也透出和煦的阳光，两旁绿意围绕，我们大啖美食，你绝对会暂忘烦忧，只想好好感受这一刻。环境的认养，为地球做点事，其所带来的心灵富足，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真的要把它这个水都吸干净，我是看到这边还有一点点黄黄的。可能要这样刷，一直听到飞机的声音。这次哦，一定要好好跟他请教一番。等一下，我是要订咖，我讲错，我要订咖啦。这都是自己种自己的，是真的。而且吃自己种的也很安心。对。